小本宝龙战士新元武器竟然可以变成机器人形态，你们看，就是我手上这一款龙战士新元宝剑飞鸿，它可以在武器和机器人两种形态之间自由切换，这也太酷了吧。你们看，武器形态、机器人形态两种形态之间可以自由转换，我们现在就打开试玩吧。它现在是机器人形态，我们把它变成武器飞鸿形态。跟大家说一下，它这个手臂这里是可以拆下来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拼装，首先把它这里给它翻下来，然后把它头这里先给它翻开，先头这里先翻上来，然后这个地方给它打开，把头给它塞进去，然后再盖上盖子，然后呢这个地方我们直接把它给扣拢了，这个双腿这里都要把它给合拢了，这里也是盖上去，然后身体都给它转一下，然后这里翻一下，两边这里都要给它翻一下，然后再我们把这里给它翻一下，然后给它下面这里合下来，这里要合下来，然后卡在这两边的，这两边有两个卡扣都卡在这里，这两边那个卡扣也要给它卡牢。好了，这把飞鸿宝剑就组装完成了。谁能打出这个字，他肯定是天才。这款玩具高度还原动画片角色使用的武器飞鸿，产品采用优质材料，环保安全，颜色鲜艳，外观炫酷，光滑无毛边。我这里也有一把这个飞鸿宝剑啊，小朋友们你们看，我手上这两把宝剑啊都是飞鸿，真的是一模一样的。我们下期视频来试玩流云宝剑啊，小朋友们敬请期待。